大气压的存在。1654年5月的一天，美丽的马德堡市风和日丽，晴空万里，实验场上更是一片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。这是因为我们的市长奥托·格里克要演马戏了。实际上是要做证明大气压强存在的实验了。 What? 大气压强是什么玩意儿？周围群众表示也不知道呢。只见格里克和助手找来了两个直径30多厘米的半球，然后垫上橡皮圈，放在水箱里灌水，合上拿出，再用抽水机将水都抽出，把气嘴上的龙头拧紧，最终做成了一个内部真空的球，高端呐！哎，那边四个马夫牵来了8匹高头大马，在球的两边各拴4匹，不会让马拉球吧？那还不一下就开了？果然大家都不看好有什么大气压强。接着，格里克一声令下，四个马夫扬鞭催马，背道拔河。Oh my god！ 大球竟然一点都没有被拉开。加油，加油！大球还是没变化。格里克立刻决定将人马增加一倍，于是出现了16匹马共同与一个内部真空大球拔河的奇景。使劲儿，使劲儿！只听啪的一声巨响，铜球分开了。格里克激动的一步上前，大声喊道：这回大家相信了吧？刚才真空球明明受到向左向右的拉力，却不会被打开，说明大气压住了它。大气压强是存在的，存在的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，它向世人证明了大气压强的存在。而类似的实验其实你也可以做哟，比如找来一个硬纸杯倒入水，满了，再将一张纸片附在杯口，将它们一起倒过来。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，撒手。呼呼呼，纸片和水统统没有掉下来。再换换姿势也没事儿，这说明大气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。要是不小心让气体进到杯子里呢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此时杯子内外的大气压相互抵消，纸片和水就在重力的作用下掉下来了。生活中利用大气压强的例子也是蛮多的，比如吸盘，用手将它压在墙上，排掉空气，吸盘就被大气压强牢牢地压住，掉不下来了。再比如吸管，你是不是以为奶茶是靠你强大的肺活量吸上来的？ No， 你是把吸管中的空气吸走了，此时吸管内外产生气压差，奶茶才被大气压压上来。再比如呼吸，来 follow me， 吸呼，吸的时候胸部扩张，内部气压小于外部大气压，氧气被压进来，呼的时候胸部收缩，内部气压大于外部大气压，二氧化碳被压出去。还有针管、打火罐、马桶揣子、抽水机等等的使用都和大气压强有关，例子多的都够吵一顿的啦。那这世界要是没有大气压了咋办？你快回来，我依然承受来，你快回来。